永不磨损，光辉神农，弱点击破，简易永不磨损，破碎简易加必中啊，简易暴怒野兽之力，永不磨损，满天花雨，破血狂攻，简易永不磨损加满天花雨，简易笑里藏刀，永不磨损，当头一棒啊，平砍有机会触发两种啊、特技啊，两种法术，一个是当头一棒，一个是啊、这个满天花雨，先给满天花雨叠到三层，再触发当头一棒啊，伤害和误报，然后平时呢应该有建设效果吧。有建设效果，在大堂。这只宝宝呢，物理攻击时有较小的几率出现一个元宝，额外造成大量的伤害。元宝龟属于特殊技能，相当于关照万象了，懂吗？啊！隐须弥，龙游，等级还没升，力劈。龙游须弥。老王你不懂女人啊，妹妹说别看装备和宝宝，专门强调一下，意思就是看看。哦我操，我当时没往这方面想，你说的有道理啊。就好像晶晶姐跟我说啊，你今天晚上可千万别来我家呀，我家里没有人啊，我怕你对我图谋不轨。我当时就是太年轻上了他的当啊，当时他就是怕我啊，怕我不图谋不轨。